孙颖莎男救主王曼玉丹双打得分，山东三智一深圳四连胜。北京时间10月7日消息，2021年乒超联赛继续进行。虽然孙颖莎拿下一盘单打，但王曼玉丹双打贡献两分，陈幸彤也赢下一盘单打。整体实力强大的山东鲁能以3-1击败深圳队，山东队拿到四连胜，山东队提前锁定第一进入半决赛。首盘比赛，陈梦、王曼玉占据上风，他们以11-8、13-11、11-7直落三局横扫深圳队的顾玉婷、张碧月，山东队以1-0领先。第四盘，陈幸彤以11-4、11-3、12-10直落三局轻取顾玉婷，山东鲁能以3-1获胜，他们收获四连胜。